牌的娃娃。这个娃娃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东西，它是用中国的一些牡丹啊那种布料，然后去做的一个手工娃娃。这样，它是一个像猫咪吧，它有耳朵啊，这耳朵会盖起来。对，然后真的有洞，可是它不是只有这样子，然后它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这里。换衣服啊！换衣服又不是芭比娃娃。他觉得他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还会舞龙舞狮，然后他会戴一个舞龙舞狮的那个帽子，他就碰上去。然后就是中国啊，他可以发当中跟奖，当中很多奖跟奖，对啊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当时我要买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可爱，好好玩哦。可是他说我以后要买这个，可是他说你买这个才能买这个，我是这样的，原来是要分两批买，好奸诈哦。没有，不过真的很可爱的，我觉得他做的很用心，就是都手缝的这样子。好，就送这个哦。好紧张哦！好，上台了，一只小龙咚咚咚。好了，来了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0733，真的假的？哇塞！你只在心中默念，对不对？你根本没有看打号码是不是？你就直接举手了。不好意思，要经过你这边的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